DJI Pocket 2自带强大的拍照和视频美颜功能，让您拍摄的主角自带颜值光环。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Pocket 2拍照和视频美颜功能的使用方式。视频美颜，连接手机拍摄时，可在 Mimo App 界面中最右侧拍摄模式列表找到并选择视频，点击美颜图标，选择自动，可开启视频自动美颜。选择自定义选项，可手动调节实时美颜效果，此效果将同步保存至 Pocket 2。如需单击使用视频美颜功能，在取景界面左滑进入录像模式，在取景界面下滑后左滑，点击美颜图标，开启视频自动美颜。此时Pocket 2取景界面左上角将显示美颜图标，点击拍摄键，录制美颜视频。录制成功后，请连接 Mimo App 回放导出美颜素材。拍照美颜，在拍照模式下，在取景界面下滑后左滑，点击美颜图标，开启照片美颜功能。 Pocket 2取景界面左上角将显示美颜图标，点击拍摄键，可拍摄美颜照片。感谢观看。